好，欢迎来到大胖兔的频道。我发现我今天很高产啊，我今天跑到屋顶上去，去看了花。我干了可多事儿呢，我现在要给大家分享我吃的零食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如何高产如母牛，这就是我今天。我觉得那今天很高产哈。所以呢，吃以下的这几种东西，这个 miso soup， 哎，有点暗，等我去开灯啊，等我去开灯。好多了。这日本人不是挺兴那个 miso soup， 老是 miso soup miso soup。 我有时候出去去那个我一般都是吃中餐，没有中餐的情况下吃 sushi， 我就发现 miso soup， 结果就这我是从超市买的，这个 itsu 是不是 itsu 是不是叫 itsu， 这我一个里边有三包是五包，包装被我扔了，反正哪个超市都有卖的，也就一两磅钱。然后这个东西呢，和这个比较像，就比较酥脆的，这是一种小饼干，辣乎乎的。先大体介绍一下，然后我们一块吃。这个是我比较爱吃的，就挺类似于中国葱油饼的。这两个巧克力呢，你看这个是85% dark chocolate， 比较好，这个牌子叫 Green and Blacks， 因为 dark chocolate 不像这种 milk chocolate， dark chocolate 就对血管好啊什么。你服不服？你服不服？还有你服不服？我作为你们群龙之首，你服不服？群兔之首，你们服不服？不服，哼，不服你的下场就会是这样。你们看到他没有？你们看到他没有？已经被我吃掉耳朵了，对吧？你们不服的下场也会是这样。你服不服？我服我服。你服不服？我服我服。这还差不多。群兔之首，大胖兔。打开以后呢，其实轻轻一碰这耳朵一掰就掉了，它里边呢就是一个中空的，这是一个 milk chocolate。 它这耳朵被我吃了一点，待会再一块吃哈。我们先从这个呢，就是一个早餐饼干，叫包装也是被我扔掉了，拿到单位上去了。我们先从这个 miso soup 开始吃吧，我已经烧好一壶水了，这水呢反正已经是烧开了，我现在就把它这样打开。打开之后我觉得挺像我们中国的黄豆酱，反正就是这么一种 paste， 就是这么一种东西吧，给它挤进去。要是真正的 miso soup 还要加这个叫这不是土豆，这个海带和这个豆腐是吧？应该是的，我吃过在日本店里。 OK， 出来，你看就挤的这种东西，然后用热水。哎呀，你们出来吧，挤出来。我看还剩下一包了，给它清理出来，给它都吃出来，这样好买新的。哎，好，出来了。 OK， 然后倒上热水，就是这样一泡呢，这些海带就出来了。 再多加上点吧。 OK， 就大体就是这个样子的一种 soup， 我待会再照给大家看。就是这个样子的，用开水一泡呢就是这样，下去它就有细细的，就和这种的小海带似的。 OK， 就这样子还行，我们喝一口尝尝哈。我主要是这个碗呢是透明的，就好给大家看，然后它就是这个样子。其实挺好喝的，给我感觉热乎乎的，因为我觉得是不是我们中国人都喜欢喝热汤热的什么东西。我也爱喝冰镇的，以前就像那个可乐似的，我都是喝不是热的，就是暖的也没事，现在就觉得冰镇的可乐才好喝。然后下一个呢，我们就先吃这个小饼干吧。这个小饼干呢是我经常买的，就在 Holland Barrett， 还有这个超市也有买的。我这是在那个 Long Acres， 在 Ascot 那边的那个叫什么 Long Acres 的那个 Garden Center 里买的。它就是这样打开以后就是这个样子的，其实挺好吃，它有不同口味的。这个呢就是稍微有点 chili， 有点辣。挺酥脆的。我那盘子呢？对，我得接着盘子，等一下。我不是怕它掉渣吗？一个师妹还挺漂亮，戴着小眼镜，她和我说，师妹孙吧，她说，那能不能就是传720？我被我阿帕的气死，她经常说我内存不够，我和你说，所以我这次尽量放大点。还有我刚才剪指甲剪的太短了，剪到肉了。这长着眼睛看不清楚，这不这个就是感觉不出来，是挺脆的，反正我给我感觉也挺好吃的。我形容不出来它像我们中国的什么食物，反正这个呢我也是经常买的，买了以后呢我给它扣起来，就这样它就会比较酥一点。然后第二个要吃的呢就是这个东西了，这个东西打开给大家看看，这是我从 Costco 买的一大些。
这个就像个大蚕豆，但是它像那个怪，它不像怪味蚕豆。这个大蚕豆，英国买的这种的东西呢，它中国那个怪味蚕豆我也爱吃，可是那个怪味蚕豆特别特别的硬，这个呢没有那么硬。盘子，等我找盘子。这个很酥，哎，这什么？这个很酥，没有那么硬。嗯，然后还有一个这种大豆子，这种大豆子感觉挺像怪味蚕豆，就是说呢，它的酥脆度呢比怪味蚕豆软一些，虽然很脆，但是没有怪味蚕豆那么硬，嘎嘣一咬恨不得把牙给杠掉了这种感觉，它没有。嗯，这就是一个大蚕豆，这个也不错。我上班的时候，还有花生。小花生装上一点吃。那接下来就是被我教训过的兔子了，他不服我的领导。我说我好不容易在家里当一回领导，我在单位什么也不是，是底层员工，好不容易教育教育这些兔子，还敢不听我的这个。他这不中间是空的嘛，我给他吃了一块了，叫 milk chocolate。 milk chocolate 一般不就比较甜嘛，待会我再吃那个 dark chocolate， 可是我吃不掉，我跟大家说，我这是一奔他的耳朵自己崩掉了，我就随便吃一点吧，能我自己吃能吃一个月。比较甜，就是这个牌子在英国不都是哪都有卖的吗？他还卖的就是那种各式各样的，叫什么，这个牌子反正哪里都有卖的，就是这么一个 milk chocolate， 还行吧。 OK， 吃不掉，简单的象征性的吃一下，品评就是特别特别特别甜，而且特别的 milky， 它本来就是 milk chocolate， milk bunny。OK， 我给它放回去了，等着放。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我如果把这些巧克力呢，我给它放到这种的冰箱里冰了一下呢，特别好吃，就感觉呢特别特别脆。你看吃不掉都，耳朵还给你，服了吧，服。接下来呢就是这个牌子了，它的包装我前几阵子就是逛那个英国超市，是哪一集了我忘了，反正我给大家看过它的那个。包装就是一个黄色的，长得挺像个房屋似的那么一个包装，反正就这个牌子叫早餐饼啊。现在不就是英国除了吃 cereal， 还有什么，我就鸡蛋灌饼，我不知道吃什么，然后就是这种早餐饼啊。现在英国又出了一种叫早餐饮料，就好像拿着喝的，我尝过了，哎呀特别难喝，特别难喝，我觉得那个我真是难以下咽。这个吧其实我吃过，我感觉呢，说真心话，我感觉这个很一般很一般，它就是单独包装的，拿出来以后呢，那里边有四个还是五个，我感觉这里我买的这个是草莓味的，就是这个样子的，我真心的感觉太一般了。这个东西我给大家掰开看一下吧，就是这么一个东西，咬一口呢特别软，特别特别的软吧，给我感觉就是细细的品尝一下，还有点发苦的那种感觉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尝出来有这么一种感觉。它有什么草莓味儿、blueberry， 就各种各样的口味，我买的是草莓的，我觉得嘛，我要是满分100分的话，以我的口味，我给它打70分。当然了，这个70分是在我不饿的情况下，如果在我十分饥饿的情况下呢，我就给它打110分。那我们就试吃这个巧克力，它这个呢是大，可是85%的 coke， 这个里边是有一个，这个也是6%，这个也是大，只不过就是60%的 coke， 它 coke 越多的呢就越苦一些。我其实还有一包，这个被我打开了，所以我去冰箱里给大家试吃和这个一模一样的，我打开的那个哈，就是我就没法，这个我实在是没法吃了，我可能得到下一个月再去吃吧。反正这些 milk chocolate 给我感觉的味道都差不多。我现在这不就这个吗，被我打开了，我又就是这个了，打开给大家看，它里边包装就是这样的，就是这样的，也是吃一小块，我吃不多，你看是这样子的，我感觉根本吃不多，吃不掉，但是我知道这个对身体好。接着盘子，不然掉到地上去容易招蚂蚁招老鼠的，吃这么一块就够了呢，是这样子的。我一开始我不是和同胞们说吗，我不喜欢 dark chocolate， 我嫌它苦，后来随着年纪的增长，我发现这个口味也不断的变化，这个特别的 smooth， 特别的平滑，而且呢就是说虽然是苦，但是苦中带甜，你吃到最后就感觉还有一丝丝的
甘甜在里边，所以我也是强烈推荐的，因为这个对不但对身体好嘛，而且呢这个牌子也是挺不错的，就是这个牌子的，如果在英国的同胞们一定要尝一下哈 ，organic 特别特别好吃。有的时候上超市就是我好忘了我家里有什么，它一打折吧我又买，然后吧就是买了以后回到家一想，耶，这里原来还有啊，就是买着就是买重了，有的时候好是这就好是这个样，或者一看，哎呀妈呀，打折了，不买不行啊，就这么一种心理，可能也许就是就好像不花钱就觉得打折了赚便宜似的，可高兴了，就这么一个人。但是我对衣服和包就没有这种感觉，他爱打不打，但是我就是对吃的呢，是上辈子不是个奴隶，要不就是个猪，就特别感兴趣。他一打，反正东西谁都得吃嘛，衣服，你像这些东西吧，你能穿多少衣服呀？所以衣服打不打，包打不打，我会看，但我不一定买。我还是比较节约的一个大兔子哈，所以我特别配做兔子的首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好了，下面呢，咱们再吃这个，就是我特别强烈推荐的，叫这个牌子叫 TUC， 好像叫 Tuck， 它就是类似于中国的葱油饼。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哈。打开以后就是这个样，它特别特别特别的薄啊，而且和葱油饼不同的就是我们中国的葱油饼呢，给我感觉呢比较的硬度是它的两倍，这个比较的 light， 就比较的轻一些。这个真的比较轻，因为我吧，我其实是不太吃甜的一个人，有的时候吃饼干也是甜的，巧克力也是甜的，尽管我吃的不多，但是我就总觉得这甜食太多了，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葱油饼这种带咸味的这种饼干，所以你看这个饼干我也是强烈推荐的，类似于葱油饼，比葱油饼稍微咸一点，但是这个脆度呢却是葱油饼的两倍，特别脆，特别轻，特别轻快的一个饼干，也是强烈推荐的。 OK， 然后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吧，我就是今天就不饿嘛，不饿到晚上吃一顿就吃这些东西吧。 OK，那么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吧，还是感谢同胞们的收看，谢谢你们，我看好多美女的照，那不是照片给我留言的，好漂亮哦，甜美式的，甜美式我也喜欢，我喜欢那李子柒不也是那样，长头发，甜美甜美，好甜美。 OK，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吧，同胞们，对，还有师弟们也不能忘哈，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，感谢收看，感谢收看哈。